啊，各位同学，Hello，今天是我们那个罗京宇第一季的完美收官的最后一次课程，Room Room Room，所以呢，我们正装出席，好吧？因为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课程，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来完成这个课程，是吧？同时也为了想给大家表示感激之意，因为罗京宇课程上线第一次课程就已经可以说是远远的创造了有道。自从开新课程以来的最高纪录，好吧，不断的刷新这个纪录值，非常感谢大家。我们的第二季已经报名了将近1500人了，已经。那个在开始讲课之前呢，我想就是说一下，就是，哇，天呐，以幻为塔，你太神了，牛牛啊牛，你真牛，哇塞，你都已经可以，啊，你太强大了，是吧？那以后来说这个事情，好吧？我说你这个。第二期课程呢，已经报了1500同学了。就今天晚上，这个我们课程结束之后，今晚上10点之后，第二季的优惠就正式结束了。OK，好不好？还没有上车，请抓紧，好吧？OK，来开始今天课程。今天内容还比较多，我们抓紧时间。其实第一季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完成这个公式基本思想，它是一个思路的重新的延伸，对吧？我们会发现语言是一个逻辑体系，去理解它，去思考它。哇塞，新加坡同学又来了，是吧？那么人模狗样的。来，开始啊！所以呢，我们不要笑，不要笑啊，还是一样，就是本第一季啊，我们的重心是公式，然后呢，在语法上先有个基础理解，对吧？比如说时态，比如说虚拟的逻辑，然后单词上开始进入这个体系。第一季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一坨公式啊，这个最重要的公式基本造型。那么我们到第二季会在这个前提上把公式继续往下推导。第一季和第二季这个公式是比较重要的，到第三季之后公式就没用了啊，我们将会把公式抛到一边去了，因为你已经很熟悉它了嘛。我们只需要在语法单词层面上再加深一下印象，然后到第四季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口语啊、听力啊、写作这个体系就可以产生了，好吧？好，这是我们这个逻辑思想啊。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Part One，第一个事情是干什么事情呢？依然还是一样，就是公式的复习和语法的复习。我们先每次都把上次讲的稍微复习一下，用一个句子复习就可以，抓紧时间。对啊，就这一句话，看着啊，这是一个那个六级考试的翻译，我们来看一下，Take a look。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人，第一次来中国外国人呢，经常为在这个国家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而震惊。OK，the first part，the first one。希望同学们能够还是一样，就是在逻辑这个层面上越来越快。来看一眼啊，主语是哪个？赶快，主语是哪个？主题。主语是哪个？对，有被动，是的，外国人。OK，that's it。然后谓语呢？动词是什么呀？谓语呢？是的，文明的差别很大的。谓只是一个谓语一部分，它是一个助词，看见没有？对的，震惊，为他而震惊，这是个词组吧？是不是被动的？看见没有？被震惊了嘛？OK，付出的白勺的怎么会是定？怎么会是谓语呢？你想想啊，是不是？外国人付出了吗？外国人没有付出，拜托，主语是外国人的话，那么谓语一定不是付出，又不是他付出的，对不对？外国人震惊了，好不好？拜托，我们付出，外国人震惊，听懂了没有？OK，我们是付出一方，外国人受惊一方，对吧？所以这个别搞反了啊！所以呢，外国人经常震惊，就这个了。经常可以放一起吧，这个单个词无所谓吧。我们从来不去管单个词的排序，它都是很随意的了，就跟那个形容词在名字前面一样，对不对？我们第一集讲过了，所以本句的主要就这个东西了。外国人经常为他震惊，那么我们只需要做一个事，就是倒着来喽。第一次来中国的，把它放到外国人前面，放这来吧，看见没有？倒着来翻译吧，就先翻译外国人，当时来中国，然后第一次就行了吧？OK，倒过来是吧？一这个二，然后呢，这一大坨倒叙之后，放到震惊的后面就可以了吧？震惊，为啥震惊呢？为环境的代价而震惊，什么代价呢？点错了，什么代价呢？付出的。为什么付出呢？为经济发展付出，哪里的呢？在这个国家。OK，一、二、三、四，就齐活了。这个排序逻辑，它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先说外国人，然后来中国，然后第一次，然后呢经常震惊，然后为环境代价付出的经济发展在这个国家。
OK，听懂了发个 room，来一波，赶快。room 来一波。我听说现在好像很多同学在班上自己上课的时候都老师问听懂了吗？还说一个 room 是吗？我快笑死了。还听说有人在有道上别的课堂都是经常发现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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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出现了是吧？下次有机会听那个王八蛋的课，你去试试啊，发个 room 吓死他，好吧？来一起学啊，所以它的英文就出现了，英文 the English version 来，let's take a look，外国人，对啊，经常单个词放一起就可以了，不用管它。那哦，在美国啊，是啊，美国人都不知道 room 啥意思，看见没有？Foreigners。外国人，啥外国人呢？来到中国的，who came to China，用的过去时吧，已经来了嘛，是吧？然后第一次，for the first time，然后经常震惊啊，often shocked，被谁所震惊呢？被这个环境代价，by the environmental price，什么代价呢？而付出的，而就是被动了，被付出的，代价是被付出吧，对不对？paid，过去分词。被动的，这个不懂，以后来讲的，别着急，好吧？为什么付出呢？为经济发展，for the economic growth，在哪里呢？在这个国家，in this country。所以说，全句的逻辑就出现了。Foreigners who came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re often shocked by the environment price paid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country。完美结束。OK，各位先，就是这是我们第一季的最重要的事情啊。就什么单词的可数不可数啊，还有其他的东西啊，其实问题不大，好不好？问题不大。那么你自己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会出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那个中文有时候需要调整一下，比如主语被省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用不用 the 先不管这个问题，好不好？先别管语法错误。所以根据我们的思想逻辑英语课的特点是什么？就先听懂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大写啊？这是那个写错了，不好意思啊。他是换行做自动大写了，不用大写啊，就是先懂得怎么回事儿，然后呢，我再带着你翻译啊。我们在这个课程5G 课程学完了之后，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会员式课程，我每天带你去学习。OK，听懂了没？先完成理解，再完成转化成自己的现实。那么这个理解和现实之间差的是什么呢？就是单词量咯，以及中文的水平咯。比如说。经常会发现主语被省掉啊，是吧？或者被没有被补全等等情况，或者两句挪一块的情况，你自己去试试咯。你在实际的操作中就会逐渐感受到你在哪些方面会有问题了，好吧？一般来讲都是词汇量的问题。OK，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复习关于这个话题。第二个复习，Part Two 虚拟语气，我们上一节课讲到了虚拟语气，对吧？我们说过，在不断的反复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越来越清晰。虚拟，我们前天专门讲了什么叫做虚拟啊？虚拟的本质状态就是它跟真实是相反的，对吧？虚就是假的嘛，你就是假设，假的假设和真实相反的假设。那么既然是和真实相反，那就需要用一个跟真实不一样的时态，对不对？就是往前推的时态，变成过去的时态嘛。OK，比如本来是一个。现在的事情，但是变成过去的事情。比如，如果我是你，好像应该是 I am you，是吧？但是一定不能是 I am you，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够是你嘛，就变成过去式，用复数。越错的越离谱呢，越表明这是个假的。OK，所以虚拟语气的特点，根据我的总结，就是用错的方式来向对方表达这个是对的，这是假的，我不是要这个意思，我不是要成为你。OK，好，我们看这个句子，看到呢？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告诉你这个了。是吗？如果你爱我，你早告诉我了。OK，来，take a look。颠覆的过程是人生当中最快感的过程，这位同学啊，各位先想一想，这两句话是不是都是虚拟的呀？看懂没有？就你先理解什么叫虚拟，至于怎么去用它，这个是通过几次操练就熟了。用什么时态，这是固定的，这是套路，对吧？往里头套就可以了，这当然是虚拟啊。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告诉你这个了。言外之意，我爱你，而且我已经告诉你了吧，各位同学们。OK，好，那各位想一想，如果我不爱你，
这是对现在的虚拟，还是对过去的虚拟啊？中文有时候看不出来的，对吧？对，现在的，说成过去其实也可以，有点歧义，它其实有点歧义，发现没有？我认为这个用过去更好一些，因为我不会告诉你这个，表示已经告诉了吧，对不对？是不是表示已经告诉了？看见没有？他一定是已经告诉了才会这么说吧，是不是的？当你说他一直啊也可以，说现在也行，这个是有歧义的事情，对吧？如果把它补全，应该是如果我之前不爱你，我之前就不会告诉你这个了，说清楚更好一些，是吧？OK，我们假设是对现状的虚拟，啊，那就用过去式喽。If I didn't love you，OK，然后我就不会告诉你了。我们用现在的，这个应该是过去的虚拟吧？只有已经告诉了之后才会这么说，是不对？对不对？I wouldn't，然后 would 加上完成时态，记不记得？I wouldn't have told you about it。OK，这是个杂交的，啊，就是前边是现状的，后边是过去的，但是从逻辑上，其实前面是过去的，后面是过去更好，更完美一些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前面就要改成这个样子，改成过去完成时，记不记得？如果是对过去的虚拟，就是过去完成时，就是 if I hadn't loved you，这样就更好一些。为什么会出现歧义呢？因为这句话没说清楚，看见没有？中文经常会犯这个毛病，说的不清楚。如果我不爱你，应该是如果我之前不爱你的话，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倾向于选择第二种，这个会更好一些，对吧？好，第一句话有点歧义，第二句话就不存在任何的歧义了。我们看一眼啊，是吗？Really？啊，如果你爱我，你早就告诉我了，同学们，这句话就太明显了。如果你爱我，你早告诉我了，是不是前后都是过去的虚拟啊？他没说清楚而已，对不对？应该说的是，如果你当时没爱我，如果你当时爱我的话，你当时早就告诉我了，前后都是过去的吧？OK，都用过去完成时和 would 加上现在完成时，记不记得？If you，然后 had，过去完成时，记不记得？If you had loved May，如果你已经爱过我的话，那么呢，你早就告诉我了。You would，然后加完成时态，你将会已经告诉我，have told me，是吧？Earlier，早一点。OK，that's it. If you had loved me, you would have told me earlier. That's it. 所以第二句是没有任何歧义的虚拟。OK。听懂了发个 room，这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一个内容，请慢慢熟悉什么叫虚拟，就跟现状不一样，这是一个核心要点，跟真实相反，它经常都是表达一种埋怨的语气，对吧？比如婷婷是吧？如果我早认识你的话，对吧？OK，that's it，继续啊，那继续。今天我们将，喂喂喂，怎么会有杂音呢？喂，喂喂，各位同学，声音对不？声音有没有？声音有没有？Hello Hello Hello，我怎么有杂音呢？喂喂喂喂喂，有的是吧？啊，好，是我耳鸣了估计。哎呀，完蛋了，我取掉耳机还有嗡嗡的声音。等会儿，耳鸣。好，来开始啊，来，Come on, baby，虚拟其实很复杂，我们来慢慢去延伸。就是当你看懂了将来某个时间以后什么意思啊？你是要说什么？将来某个时间以后什么意思啊？你说个句子，我们体会好不好？什么叫隐含的虚拟呢？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的那个虚拟是如果怎么样，然后呢就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的是不是这么一个造型呢？看见没有？如果怎么样，那么就怎么样，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它其实不用写这么复杂，它不用这么复杂，有时候不写这么复杂也是虚拟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句子，隐含的虚拟这句话，你看见没有？What would you do with $1 million？
带着100万，你会做什么事情呢？他用了一个虚拟语气，用了 would。为什么用它呢？各位，请对比下一句话：What will you do with $1 million？当有100万之后，你将会做什么事情呢？这两句话都是对的，意思不一样，对不对？各位同学，告诉我，第一句用虚拟，它的内涵是什么呀？第一句用虚拟，它的内涵是什么呀？What would you do with $1 million？对了，一个字，穷。它不叫假设，它叫和真实相反的假设。各位同学，听懂没有？是吧？你根本就不可能一百万。如果有，你能干啥嘞？你总不是，是吧？买肉夹馍，多夹几个肉呗，是吧？买包子多吃有肉的，带肉馅儿的呗，是吧？呵呵，买烧饼多放两个蛋呗，是吧？就是没钱嘛，穷嘛，完全不知道有100万怎么花。来晚了，不知道黑能进去吗？嘿嘿嘿，嘿，没问题啊。所以这句话用虚拟，各位能理解吧？尽管没有"如果"这个词，但是它是隐含的，看见没有？是吧？100万你能干啥呀？一辈子别想啊！What would you do with $1 million？那么这句话呢？比如说，你看跟谁问了？如果你问一个特别穷的一个小屌丝，肯定会这么问了，是吧？但如果你问，比如说王思聪之类的，对吧？你会就问这句话了吧？What will you do with $1 million？100万你能干啥呢？他将回答：屁也干不了，100万都不够去泡个吧的，对不对？是吧？所以这是人和人的差别，看见没有？所以用不用虚拟，完全是场景所决定的，并不是说一句话一定是虚拟。我们上节课就讲过，比如说，如果明天下雨的话，我们看，if it rains tomorrow，好像就是一个正常语气，对吧？它是一个。不是虚拟，因为明天可能下雨，可能不下雨嘛，它不是虚拟的，它是有可能发生的假设的吧。但是我同样可以把它变成虚拟的，if it should rain tomorrow，如果明天将会下雨的话，用 should 代原形，记不记得？用虚拟的，为什么呢？对了，在撒哈拉沙漠，你说这样一句话，这是虚拟的吧？言外之意根本就不可能会有，对不对？这就不是 if you have，if you had。而不是 have，改一下嘛，前后都要虚拟。两个小崽崽，宝宝乖，宝宝乖啊！好，继续下一个，是吧？嘿嘿，两个小二逼，对吧？嘿嘿，是吧？二逼等于 BB 等于宝宝，看见没有？所以你家有两个小二逼，你家属于四逼，对不对？嘿嘿嘿。来，继续看啊，下一个，下一句话你看，下一句话也是虚拟的，看见没有？用 would 不用 will，without water we would die now，没有水，我们现在就会死掉。各位告诉我，为什么不用 will 而用的虚拟语气的 would 呢？为什么呀？对现状的虚拟，看见没有？为什么？因为现实的情况是有水的吧？不可能没有水。这个 without 是没有这个介词，没有的意思嘛，对不对？这个 without water 是不是等于 if there was no water？如果没有水的话，是不是这句话的完整虚拟语气的缩写呀？看见没有？If there was no water，如果没有水，跟这个 without water 是不是一样的呀？所以介词短语可以用来去替换这个如果这个句子。OK，没问题吧？请你越来越清晰的理解什么叫虚拟啊，都是一回事的，跟真实相反，这是个原则问题，对吧？跟真实不一样，这就是虚拟它的根本特征。好，来，最好用 were 了。虚拟用复数比较多，if there were no water 更好一些啊，其实都可以，但是 were 更正式一些，对吧？因为错的越离谱，那么它就表示跟虚拟更相反嘛。记得吧？我们讲过，if I were you，如果我是你的话，记不记得？哈，对，在沙漠里用可以用真实语气，是的，是的，是的。好，来继续啊，come on baby，下一个还有呢，这不止的，还有一些词组啊是自带虚拟的这种色彩的。都不需要从句，同学们都不需要什么那种如果去说，
它是自带虚拟结构，就这些词一出现，一定是虚拟的。我们在过去上中学的时候，这些词属于死记硬背，老师给你列个单子，那这个是虚拟，后面用什么时态，这个后面用什么时态，这个词固定用法是什么？哎，固定个头啊，固定个头啊，固定。各位看着啊，它不是固定的，好不好？它一定来自我们的一个基本逻辑，大家别忘记了，我们讲过，一旦一个语法懂了之后，一旦你懂了，就能理解所有的现象，理解嘛？什么叫逻辑英语啊？逻辑英语的本质就是一定要去理解它，去参透，OK，去了解怎么回事儿，对吧？来，哪些是自带虚拟的色彩的呢？来，take a look。第一个，if only I were a girl，if only，记住啊，不是 only if 啊，only if 是只有仅仅当什么时候，这个不是虚拟的，对吧？仅仅当你有钱之后才能娶到媳妇儿，是真实语气的吧？OK，这是只有当的意思。Only if 等于 only when 等于 only when，它俩是一样的，这个肯定不是虚拟的，对不对？但是 if only 反过来什么意思呢？if only 用中文来解释就是如果怎么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各位同学，听懂没有？你想一想，如果怎么样就好了，是不是天然肯定是虚拟的呀？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啊，是吧？OK，是不是在想象二次元的世界，希望这个样子啊？各位同学，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在意淫的时候的最主要的状态？同学们，是吧？哎呀，如果林志玲现在，哎呀，正在那啥就好了，是吧？难以想象，同学们，听懂没有？有 if 不一定呢、如果它可能是个真实的事情啊，对不对？OK，是吧？所以我们在意淫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使用这个语气啊？If only，看见没有 好，看懂没？If only 表示跟真实相反。愿望也有可能跟真实相，也是跟真实相反的，也是一回事啊。不是 if，是 if only 啊，两在一块的时候啊，如果怎么样就好了，一定是跟真实不一样的吧？用的是虚拟，看见没有？对现状的虚拟，还能对过去虚拟，还能对将来都可以虚拟，对不对？都行的啊，都行的。好，继续。Next one，下一个。我没有污啊，谁不会意淫嘛？我经常意淫，好不好？看到一些好的事情就会意淫一下，对不对？是，哎呀，就想想，就在比如北京有雾霾的时候，哎呀，要是我在澳洲就好了，我会怎么写啊？我就说一个，啊，意淫不一定是色情方面，肯定是别的事情嘛，是吧？啊，If only I were in Australia，OK，看懂没有？要是我现在在澳洲就好了，看见没有？虚拟的。对现状的虚拟用一般过去时，看懂了发个 room。用心体会语法的建立过程，一定是了解它，而不是去背。好，下一个来继续来，下一个看着啊，下一个，嘿，is time 加从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该是做什么的时候了。现在该是什么什么的时候了？这句话，它也是用虚拟，看见没有？那 It's time that we went home。现在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为什么不用 we go home 呢？用了过去式呢？虚拟的，各位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一定不要去记这个模型，去记这个句型，永远不要搞这种事情，而是要了解为什么这么做，语言一定是有原因和道理的，对吧？我们在讲。现在该回家了。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定没有回家呀？还在外边浪啊浪，浪啊浪打浪，听懂了没有？一定要盯住虚拟的特点，就是跟真实相反。如果我现在已经回家了，你还这么说，哦，你有病呢，我说，对不对？OK，跟真实相反，因为是 now 现在嘛。我们还在后面看到一些建议，比如说 suggest 之类的，也是的，建议后面也是用虚拟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跟别人建议的时候，他一定跟真实相反。就是说，我建议你还是结婚吧。那言外之意，你说话的那个人必定是个单身狗。各位听懂了发个 room 吗？OK，一定是跟真实相反才会虚拟，对吧？好，换成介词，怎么什么叫介词啊？不是，
就从聚财虚拟这个模型啊，比如说这种，It's time to go back to go home，这就不需要虚拟了，这不定式了嘛，它就不是一个谓语了，看见没有？既然不存在谓语，就不需要了。好，建议的我们以后来说，别着急啊。来继续下一个，还有呢？啊，I wish I were rich，我真希望我很有钱。嘿嘿嘿，当然这句话我说不太合适，是吧？某些同学说可能比较合适，还没有实现财务的自由什么之类的，对吧？所以祝福，各位同学们，祝福。当你跟着我把语言学得非常透彻之后，你这辈子都不想听人说祝福的话了。为什么呢？我最讨厌别人祝福我了，少来这些虚的，对不对？从一个语言学的角度来讲，祝福都是跟真实相反的，各位能理解不？是不是的？祝福啊，都是反现实的。比如说，一过生日，我祝你寿比南山，你给我比一个试试，我靠，忽悠谁呀、啊？是吧？我祝你福如东海啊！呸，是吧？多深呢？开什么玩笑，是吧？祝你早生贵子，滚！老师你很好，不用你祝福，对吧？所以凡是祝福的都是跟真实相反的，对，听懂了没有？哎呀，所以说你是就语言学学多了之后，这个人的这个逻辑思维方式会非常快啊，你就越来越敏锐，是吧？所以祝福啊，它跟这个。I hope，我希望是不一样的，希望是可以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祝福往往是超越现实的。OK，所以说以后大家别祝那些虚玩意儿，对吧？没意思，是吧？但你也不能说老师，我祝你早点挂，那也不好，是吧？因为人有时候是需要靠意淫来生存的，所谓手淫强身，意淫强国嘛，各位，对不对？你看那个搜狐啊、新浪这些野鸡网站上，是不是各种新闻都是意淫新闻呢、啊？动不动就是美国人民又震惊了哟，中国又发明了一个大招把日本都给震哭了哟，又有什么什么韩国总统都吓尿了哟什么之类的，他们不是统计过吗？每个月日本、美国还有韩国总统要吓尿4次5次，对不对？是吧？所以这种，哎呀，所以人类有时候需要一点意淫来让自己的生活充满希望感，对吧？很正常，很正常。OK，wish 啊，祝福后面用的后面的后面如果是个从句，用的是虚拟的，这大家好理解吧？是吧？来继续，这两个例子能可以不用虚拟吗？哪两个例子啊？这个肯定不行啊，必须用虚拟啊，这必须用虚拟啊，因为你只有没有钱才会希望，我真希望我很有钱啊！如果你已经很有钱了，你就不可能这么说了，对不对？OK，那不就没有必要吗？你比如说，我一定不会说，我真希望我是个男的呀！那废话，我本来就是男的，对不对？我本来就是男的，拜托同学。OK，好，继续下一个，还有一个，你看着啊，这个，would rather。同情日本 ，Would rather，这什么意思呢？现在该回家了，刚刚不是刚讲了，这不是吗？这不是吗？It's time that we went home，看见没有？不可以，你要说成 I hope I will be rich，OK？Hope 是真实的希望，听懂了没有？Wish，它一定是表示跟真实相反的，OK？下一句话，Would rather 是宁愿。什么叫宁愿呢？我给大家出一个哲学题，好吧？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题，就是人类永远处于选择逆境当中。这是 A 选项，B 选项。OK，我们把它填满，你看着啊。让各位永远去体会什么叫人类的选择困境。好，问题来了，同学，你选哪个是吧？你选哪个？巧克力味的屎和屎味巧克力，请你认真分析，你选哪个？同学们是吧？是不是感觉很痛苦？看见没有？我宁愿啥也不吃，很遗憾，必须要吃一个，同学。
巧克力味的屎，你爱吃屎喽，是吧？屎味巧克力，你还是爱吃屎喽，是吧？一个是心理满足，一个是身体满足，看你选哪个。这个题还有一个升级版，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哎呀，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还是讲一讲吧，我觉得是吧？有小朋友，请把耳朵堵上，眼睛闭上，好不好？就是，美人鱼，各位同学，是吧？美人鱼，嘿嘿嘿嘿嘿嘿，a mermaid，a mermaid，美人鱼。那么，你到底是希望它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呢？还是希望它上半身是鱼，然后下半身是人呢？各位同学们，总得有一半嘛，对不对？这里，那么我告诉你，到白天的时候，你肯定是 I would rather she were a man on the first on the top，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你肯定会 I would rather the second choice。OK，所以什么叫做宁愿？就是选择性障碍跟真实相反。听懂了发个 room 吗？比如这个，我宁愿他是个男的，言外之意他现在肯定不是男的，对吧？听懂了发个 room 吗？左右分，我去，你太狠了。好。只能有一半，好不好？开始。OK，就是这些都是虚拟的了，所以虚拟其实还是有点小复杂，看见没有？不是我们就是为什么不用 was？我们不是说了吗？单数的 was 写成 were，错得更离谱，就更加虚拟，更加强烈一些。Rather than 是而不是，那是否定的，那不是虚拟啊。那又不是跟真实相反的，比如他是个男的而不是女的，这个是说这说实际情况啊，所以说的是现实嘛，对吧？对的，就是这些词后面是从句才有虚拟的可能性，它谓语嘛，谓语嘛，OK，好，OK，爽了吧？好，这是我们今天语法第二个延伸，所以我们第一季啊，在语法上我们实际上又也用 were 也是一样，实际上用 was 不离谱啊，它是单数的。照说用 was 很正常啊，对不对？用 were 更离谱，好不好？Would rather 在一块儿表示宁愿，没有少儿不宜吧？还好吧？少儿根本听不懂，好不好？来，继续啊。来，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Part Two 这个对于一个新的语法的现象的延伸。我说过，实际上我们这个第一季啊，我们在语法上实际上只讲只看懂三个点就可以了，一个是名词的可数不可数的数量，一个是那个时态的点和段的区分。我再重播一遍，有时候点和段并不是很清晰能分开，你看它强调哪一个，对不对？它如果是强调段的，比如说我从8岁到现在一直都很帅，那明显是段，看见没有就可以了。正常情况就是用点就行了，OK，看它的强调点就可以了。有时候它会重合，有时候。那么，第三就是这个虚拟。实际上，你把这三个语言点学会之后，你就已经入门了。OK，因为这三个是跟中文差别最大的语法点，大家发现没有？是不是的？名词可数不可数，中文完全没有的吧？时态，中文完全没有的吧？虚拟更不用说了，汉语啥时候管这个玩意儿？我说什么真真假假是吧？真做假实，假亦真，同学们。中文这个逻辑，对吧？它只能靠一个字儿，就是悟，对不对？要自己去领悟它。那么，不一定呢，定语也可以啊，好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会在汉语没有虚拟，都是一期假设，你需要自己去领会嘛，它没有任何区别嘛，没任何区别嘛。好，我们的第二季啊，第二季语法干什么事情呢？第二季我们会增加语法的数量，我们将完成语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三个东西，就是三大从句：定语从句。状语从句和宾语从句，同学们，你把这个逻辑再搞懂了之后，基本上语法的核心框架就形成了。然后把这个什么介词一搞啊，这些小知识点一搞，动词一弄啊，就齐活了，好不好？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来，实际上我们整个从初中到高中6年的语法，无非就是讲这些玩意儿嘛，对吧？OK，看到我们今天第三部分 Part Three，高中生当然有帮助，但是高中生最好是上那个冬训营，更加快一些。
还有那个学大班，好吧？来，继续。Part three，重建单词的精神家园。我们继续来，我们将逐渐把重点慢慢的过渡到单词这个体系。哎，大家跟我来这段时间之后，应该是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课程逻辑了吧？是不是啊？就是先完成思维方式。你发现我们一步步来啊，你现在最起码在这个句子逻辑上感觉还是比较清楚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完成这个基本语法的这个正确性，然后呢，逐渐增加词汇量，然后就开始，那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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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那在3周后去北京点时态嘛，有时间点呢，将来时态嘛，是吧？一般将来时嘛。OK，冬训营，你在群里面早开火不就行了吗？不是说过吗？目前可以用内部链接报名比较便宜，等上线之后会贵一些，好不好？来，单词开始啦！来，Come on, baby，翻译简历，我真没时间，谢谢啊，不好意思啊，真没时间，我的天，我忙的今天只有晚上的时候，刚才就开课之前冲回家去看了一下我儿子闺女，是吧？一人抱着亲了一口，又来了，准备上课。OK，我们这个刚刚接触单词啊，我们的这个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慢慢来体会这个过程。你看一下啊，中学、高中、初中都可以，那就是 C 类课程。初中生一定要跟冬训营和那个学渣逆袭班，好不好？很重要的啊，早点跟我混。现在高考都改革了嘛，初中生到高中之后，差不多高二就一开始就能高考了，特别特别重要的。来开高啊，来 C 类逻辑，英语不分年级，说实话，什么小学、初中、高中真的没什么区别。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讲到了 C 类词逻辑是什么意思，各位记不记得？C 没讲完呢，对，C 是重点词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字母分配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啊，一定是不一样的。有些词是很大的，有些是很小的。C 逻辑，大家现在有没有再次去感觉到对中文有一次完全不一样的理解了？3年级可以，那个啥去不可以的，英文嘛，你看呢，看见没有？包字，对不对？包字，实际上中文这个包字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两个 C 的组合，看见没？你慢慢来体会我这个研究，很有意思呢。包，看见了吧？是吧？包，包裹、覆盖、环绕。那我们上节课已经讲了好几十个词了，对吧？包裹。那么今天我们将看到升级版的 C。上节课我们所看到的是单个的 C 的组合，你比如说 core 核心，记得吧？我们有江括、湖括，还有席括，对不对？核心就是围在中间嘛，还有 center，OK，都是一样，看见没有？包括那个 capital 什么什么首都，都是的，被围在中间的，OK，就是它。corn 其实也是的，被包起来的嘛，在里头。好，那么。现在 control 也是啊，控制嘛，抓住。OK，我们今天将看到的是升级版的 C，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词根，它同样来自于包含、包裹这个逻辑。说实话，condom 也是来自它，对不对？一样的啊，一样的。你写错，最后一个是 M。OK，来，看到第一组，我们第一组将看到的就是这两个词的组合，class and include，class and include。这什么意思呢？还是关闭的意思，包含嘛，关闭，关闭，关门啊，就是那个 close，coffee 是外来词啊，coffee 不是英文词的，啊，close，关闭，这个是我们讲过，记不记得？OK，你看，比如这个 close，关闭，disclose，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理解一下 dis 这个词的含义。dis 相反，相反，分开，这两个意思，逐渐积累前缀。看着啊，dis，我们表示 dis 相反其实很常见，比如说喜欢是 like，还有一个不喜欢，各位记得吧？dislike，是吧？喜欢不喜欢？OK，还有同意 agree，不同意 disagree。unlike 是不像，那是形容词。喜欢就是 dislike，不喜欢，OK，对啊，able disable，对吧？这其实挺多的，this
相反的。那么，什么叫做 disclose 呢？关闭的相反就是打开咯。OK，disclose 表示揭示。比如说，a secret has been disclosed。一个秘密已经被揭开了，看见没有？一个秘密已经被揭开了。OK，distill 不是它来的另外的逻辑，那个 still 那个词的跟 dis 没关系，切分点不一样的。A secret has been disclosed 跟 reveal 一个词一个意思，对了。OK，this is the first one。那继续来下一个 enclose，我们在公开课上就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还会再详细讲它，就是 en，en 是表示用力，记不记得？动词化就是那个 enlighten，记得吧？顿悟啊，是吧？在 light 光线的前后各自用力啊，看见没有？啊，抛光嘛，顿悟嘛，是吧？开光嘛。那么 enclose 什么意思呢？就是关进去了，enclose 动词化，关进去。包含，OK，计入，enclose，比如说10元，10块钱呢？是啊，也不是10块钱，这个说不好是吧？比如说，a letter is a enclosed in this bag。OK，有一个包包已经被装入，有一封信已经被装进这个包里头去了，就装进去嘛，包含进去，enclose，这好理解吧？OK，下一个 include，你看 include 来了，这俩是一回事啊，没有区别，多样化的词的发展过程，include 也是关的意思。来，我们直接看这样连续几个关，一个是 include。就是它，in 是不是表示里面的意思啊？里面 in 嘛，in the house 在房间里面，in 就表示里面，对吧？include 什么意思呢？包含，对的，这是个动词，include。那么，请各位猜这句话的意思。Hey is a very inclusive person，各位猜这什么意思？include 简单包含是吧？当形容词呢？He's a very inclusive person. Ive 表示的是这个形容词后缀，对吧？不是内涵，而是自负。怎么会自负呢？他很包嘛，同学们，什么叫他很包啊？对，他是一个非常有包容心的人，a very inclusive person，有包容心的人，好吧，很宽容的人，很大度的人，这个解释都是正确的。好，OK，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有 include 包关进去，那么就一定会对称有一个关在外边去吧？在外面是哪个呢？我们在公开课就讲过了，e 表示出去和向外，e 和 ex，对吧？这两个出去，所以呢，这个词就出现了 exclude，关在外边，看见没有？这什么意思呢？动词关在外边 exclude，我们用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说，就叫排除。OK，对吧？对，X 前任嘛，就是关在门口不让进去了嘛，exclude 排除。比如说，you are excluded，就是你被排除掉啦。except 也是一样，在外边就是例外嘛，除它除外嘛。e 和 ex 一定是在外面，好不好？exclude 关在外边去了。那么这个词，其实各位女士是非常常见的。Arison 来晚了，来看着啊，什么呢？就是在形容那些高档化妆品的时候常用这个，叫做 exclusive。它表示高档的，各位美女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exclusive 是高档的呀？它不是排除的意思吗？
为什么是高档的呢？嗯，你买一些比较高级化妆品，比如百雀羚啊之类的，是吧？大宝啊之类的。对啦，就是用中文来说，就是人特别喜欢这种专享感，对不对？专享的，只有你能够拥有的，各位，不是外用的，擦屁股的啊，外用的是吧？开塞露啊，对啦，exclusive，排他性的，一般人用不了的，只为你而存在，对不对？Only you，就这个意思，看见没有？Only you 是吧？只有你能用，所以高档的物品经常用它来去表达，This is exclusive，这是专属的。OK，其实是忽悠人的，对吧？好，特供可以这么说，对，特供我觉得啊，真的很爽嘞。之前我还曾经就是。还纠结过这个特供怎么说，对吧？你看一下让我懂了。对，特供用这个词特别好吧，对不对？This is exclusive for the core，这是给我们的核心专门用的，是吧？专属的。好，这是关到里边，关到外边了。来，我们看一个，还有一个关闭，preclude。我们来学习一个前缀，pre。这什么意思呢？它是提前的意思，时间的提前，pre。这个词我们其实非常常见，在什么时候见过呢？我们到后期，我们把这个5级这个课程学完之后，我带大家每天去学习一些美剧啊、外国的外刊这些东西，搞会员那种课程啊，1天5毛钱、1块钱那个，我们会看美剧。你看哦，那个美剧啊，每放一集的时候都会先说一下 previously，比如说那个 Prison Break 那个越狱，看过没有？他会说。Previously, in Prison Break，见过吧？是不是前情提要啊？美剧特别善良，每次开下一集的时候，都会把前情先放一放吧，对不对？上一集讲了什么？先大概的说一下，然后开始新的这个节奏，对吧？所以 pre 提前，在之前的 preview、previous 都是一样啊。之前的美剧是这个词叫做 previous，对吧？之前的。还有我们那个准备，记不记得？prepare，各位想一想，什么叫准备啊？是不是提前做就叫准备啊？OK，往前看，working dad 不错，这好恐怖那个是吧？prepare 准备是不是提前做的意思啊？pro 是方向的向前，这是时间，那个是方向，这个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好，预备啊，准备。那么 preclude 是什么意思呢？提前关闭，提前把门关上。狼要来啦，各位同学，是吧？Preclude，我们叫预防。突然之间不会写房子了，等会儿啊，有时候会忘字。预防、防止、防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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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啊，这样的，是吧？OK，预防或者叫防止，怎么样防止啊？就是提前把门关起来嘛。OK，preclude 就可以防止它了。继续来，下一个，你看各种关，看见没有？preclude、include、exclude，然后下一个 conclude。如果你是学生的话，看阅读的文章，这个词是不是很常、经常会出现呢？conclude。这都是动词啊，名词是什么呢？conclusion，对的，con 是不是一起的意思啊？我们上次讲过了，抱抱，记不记得？公司啊，company，记不记得？con，com，还有 co 都表示一起的意思，抱抱。为什么有三个呢？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是我理解是这样子的，不知道是合不合理啊？就是可能一开始就是 con 或者 com，但是呢。二 B 太多了，文盲太多了，总有人写错，所以呢，有的词是 CON，有的 COM，因为这个 N 和 M 啊，在古代英文的书写的时候特别像，那个草书，知道特别的像，对不对？到后来干脆 N 也不要了，M 也不要了，我直接 CO 算了，是吧？
它类似一个通假字的演变过程，发现没有？一会儿就是 CON，一会儿 COM，发现了吧？一会儿又 CO 是吧？比如那个合作 cooperate 是吧？那跟那不一样，那个不是一个意思的扩音。好，所以说，都是一起啊，抱抱 company 记不记得 company 抱抱抱抱公司在一起嘛，是吧？conclude 什么意思啊？都关上一起啊？什么叫一起关上呢？就一起闭嘴，谁也别说了，shut up，对吧？就是结论，下结论。是动词咯，Let us conclude，让我们最后都闭嘴，啥也别说了。结论，这是名词，OK，结论。那么怎么样说达成结论呢？英文有一个词组叫做 reach a conclusion，啊，达到 reach 达到嘛，是吧？受过跟过去啊，达到 reach a conclusion，达到一个结论，这就是英文的。这个词，OK，这是 clued clause。好，这还有一个 seclude，这个词很少见，基本见不着，我们就看一眼就可以了。SE 什么意思？是分开，sect，section。我们在听力的时候，这词很常见，section one，section two，是吧？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对不对？分开，sec，seclude。被关闭之后分开了，隔开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叫隐居，各位能理解吧？隔得远远的，是吧？那 secret，什么叫秘密啊？就是被分割开的，不让别人看见的，包括那个 separate，看见没有？秘密嘛，机密，那隐居。当然，这个词我们见不到，我只是让各位体会一下这个 clued 还有 closed 的含义啊，关闭。OK，这是一组。书面语言词汇升级版，听懂了发个 room。我们看下一组，你不用就是你不用在我们讲这个过程把它记住，不需要啊，懂就可以了，听懂没有？经常看看笔记，看一看它，我们会在看新闻当中啊，翻译句子里面会慢慢越来越多的看到它们。单词在什么时候是会记住的呢？就是当你跟我一块读新闻的时候，读看美剧的时候，哎呀，这好像见过呀。OK，这第二次吧。再过一段时间，哎呀，这个，哎呀，我去，哎呀，我这个傻逼，这肯定见过，哎呦，第三次，我这是那啥，哎呀，我靠，哎呀，我靠，哎呀，我靠，这是第四次，哦，这那啥，我想起来了，爽，爽了，爽了，爽了，各位同学，听懂没有？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单词记忆的过程，一般不会超过四次，是不是啊？你想想。是不是一个词，如果你完全不认识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呀？看一眼之后，妈一个也不认识，哎，我去，什么垃圾玩意儿，别看了。什么时候有感觉呢？就是这个词儿好像我见过，对不对？好像我见过这个词儿，但是老子就是想不起来。这个时候是不是最经典的这个记忆过程呢？换句话来讲，什么样背单词才能记住呢？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走心。在哪看？我带你看啊，五级走完之后，我带你玩啊。OK，请各位务必要理解这一点呢、啊。我们怎么样记单词啊？一定要走心。OK，你如果不走心的话，是不可能把它记住的。好，我没说过不看美剧啊，我说的是你不要自己看，那没用，都是看情节，得我带你看，拜托啊。走电，我已经很尽力了，画的已经不像电了，好不好？拜托，来继续来下一组啊，Come on baby，the next one，circ，psych，这个我们昨天前天就讲了圆圈圈，circ，记不记得那个 circle，记得吧？circle，circle，circle，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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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吧？是吧？开火不是在群里面，我们群都有啊，开火在群里啊。微信群，他微信号你知道不？就是那个叫做中平英语一，微信号找他也可以，好吧？找他去啊。OK，单词卡不用我带你做呀，我昨天不是说了吗？当我们把5G 课程都上完之后，钟叔承诺，钟叔将会。OK，懂了没有？所以你不用管这个事情，好吧？来。继续看着啊，下一个 circ 圈圈，各位请仔细看一下
中文这个圈字，看见没有？圈。怂什么？我不是说了吗？这我们还在研究和策划中，但是八九不离十嘛。啊，拜托，有点信心好不好？有些事情别说那么直白，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拜托，是吧 ？OK 啊，圈圈，看见没？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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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在研究和核算，因为说实话，我们的课挺便宜的，基本上没什么利润，所以还在算这个成本。但是我一定会，哪怕我不赚钱，反正我也不缺钱，无所谓，是吧？一定会让大家在5G 课上完之后有所惊喜，好不好？各位请放心。至于具体是啥，我们先别瞎承诺了，好不？OK，啊，做事情一定要就说出去，一定要就吹出去的牛逼，一定要实现，不然就不行，不能轻易承诺。这是我个人这么多年了，作为一个男的，我觉得这么多年在社会上混呐，所学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对吧？一定不要轻易承诺。OK。来，继续。来，circle，圈圈。圈圈，circle。首先呢，circle，这个已经很熟悉了吧？看见没有？那我们首先学一个这个词，in circle，加个 en，来，各位猜什么意思？慢慢的，你就能够自己看单词，能看懂了哦。我说过。大部分的单词一定是具有严格逻辑的，你先不要管那些逻辑上不符合的词，先把逻辑搞会再说嘛。对了，始成员，我的天呐，你能不能够说点人话？我说始成员，始成员，学的连个人话都不会讲了，中文已经失语了是吧？弄成原形，弄你个头啊！拜托，能不能简化一点点啊？圈里面变圆动词，拜托，因为是动词，好不好？In circle，行不行？到底行不行啊？各位同学，请收下中枢远程的鄙视，OK？鄙视你啊！包围，被圈禁，哎，环绕也可以，是的。包围嘛，这么简单，拜托，真是受不了，真是受不了，天呐，都失语了是吧 ？In circle，对不对？比如说，看过那个《西游记》没有啊？The monkey，啊，The monkey encrypt a big circle to encircle other the to encircle the team。To encircle his master and his little brothers，孙悟空在地上画了个圈圈，把他的师傅和他的这个兄弟们，把他们围了起来。OK，画了个圈儿，对吧？别出去，否则弄死别怪我。Encircle 包围，各位同学，以后再碰到 en 带的词，请大家用心去想一想什么含义，好不好？想过一次之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好吗？OK。下一个，我们看一个貌似很简单的词 bicycle，从而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翻译，就所谓的自行车。请猜一下，这句话来自哪里呢？来自日本语的翻译，对吧？就日语那个 jitansha，就那个自行车呀。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翻译，它怎么可能是自行的呢？胡扯！你给我跑一个试试啊！还见鬼了还，对不对？哼，cycle 圆圈，by 是两个，比如说双语的就是叫做 bilingual，对不对？对的，by 就是两个的意思。所以说呢，所谓的自行车，英文的原名叫什么呢？叫做双轮车。OK，那在英文中，真正的自行车是什么呢？叫做 auto。或者叫 automobile，mobile 各位见过吧？就是中国移动那个移动啊，见过没有？中国移动 China Mobile 动的，auto 是自己的自动的车就叫自行车，这是什么呀？这叫汽车，对不对
automobile 汽车，所以说汽车在英文中才真正叫做自行车。我也不知道这个汽车这个汽怎么来的，烧汽油吗？是不是意思啊？是吧？这是一个翻译的一个偏差啊，这个偏差。所以自行车、双轮车，这是它真正的逻辑内涵。那么 by 表示双咯，两个，二就是 by。我们看到的这个 by 还比较少，在生物学中会有，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那个 sect 不是分割，记不记得？sect 记得吧？那么 bisect 什么意思？就是一分为二，分成两半。还有 biology 不是，那是 bio，就是这个词根，它不是 by，另外一个了啊。那么一个是哪个词呢？一个我们是最熟悉，就是这个。BB 二 B 是吧？Y 就是两个嘛 ，Uni 这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学习呀、Unit One 第一单元，Unit Two 第二单元，就是一个整体嘛，对不对？还有大学，University 什么意思呢？它来自这个宇宙，Universe 是不是？整个宇宙是大一统的整体啊，宇宙嘛，一个整体，看见没有？University 也是的，把所有的学科放到一起来就叫 University，文科、理科什么都有，对吧？比如北大就是这样子的，还有大学叫 College，那只是专业性的大学，比如说水产学院呢、煤矿大学等等的，专业叫 College，OK，综合性的把啥都放一块儿叫做 University，OK，还有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 unique 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唯一的，为什么呢？因为 unique 它来自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我们有一个衣服啊，叫做优衣库，各位知道吧？优衣库，对吧？你去看一看，它的品牌就是用的这个词 unique。独一的，我开门啊。是吧？就是独特的，en 动词化呀，动词前缀嘛。优衣库多独特啊，对不对？一般的买衣服的呢，谁还会把试衣间作为一个运动场来用啊？是与众不同嘛，功能独特，是吧？OK，来继续啊，这是一个，这是两个，OK，下一个继续来，recycle，哇，这个也非常常见的了。recycle，别忘记了，cycle 是圈圈转圈，记不记得？re 什么意思呢？回来，比如说 return，回来，看见没有？就是赚回来嘛。什么叫赚回来啊？回收、循环利用，对的。recycle 这个词常不常见呢？非常常见，请大家去看一下你们那个楼下那个垃圾桶上面，一般都会有这个词吧？对不对？recycle 循环使用。赚回来，以后你再的，比如说你再碰到，比如说垃圾桶上这个字，是不是很激动啊？一看，哇，这个我学过嘞，是吧？recycle 赚回来，对吧？比如说你去这个，不光在垃圾桶会看到，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也会很常见吧？OK，你那个火锅那个油是不是 recycle 的呀？看见没有？哇塞，又看到你了，是吧？老油嘛，好，下一个，circus and circuit。这两个词儿，你看啊，我给你写完之后，你来猜它为什么是圈圈呢、？Circus 是什么呢？是马戏团。然后 circuit 这什么意思呢？这是电路。OK，各位告诉我，首先 circus 马戏团跟圆圈什么关系啊？看过那个就是
传统的马戏表演看过没有？马戏表演呢、啊？马戏，它是不是一个圈圈呢、啊？是吧？一个大棚子，对不对？大棚子，然后这棚子围成一个圈儿，然后里面放几条狗啊，几只马在那瞎跑，是吧？在那玩，对不对？然后一个人他们骑着跑，是不是这样子的？周围很多人在旁边看，哦，然后扔钱，哇，砸砸砸砸砸扔钱，是吧？大圈儿 ，circus， 马戏团 ，circuit， 电路也是圈圈，为什么呢？废话，学过物理没有啊？一个电路如果不是个圈圈，它不能闭合，就它就短路了，是吧？一定是从正极和负极电流必须要循环回来才可以吧 ？A circuit， 闭路也叫回路，对吧？我们上节课就讲过了，闭路电视叫 CCTV， 记不记得 ？C 也是一样的，叫做 close circuit， 闭路的。OK， 好。这是环境咯 ，circumstances 这个词，圈圈叫马戏团，中文这个翻译瞎搞的。这是环境的意思啊 ，circumstances 周围这一圈就是环境嘛，这个词比较少见，但也好理解咯。circulate 动词，看见没有 ？ate 啊 ，ate 在单词的末尾，一般都是动词含义嘛 ，ate 音很重的了，音很重的 ，circulate 重的，所以呢，它指的是循环。circulate 循环，这是名词了 ，circulation。好，对，高中还挺常见的 ，under this circumstances 啊，在这个环境之下 ，OK， 都是封闭转圈，看见没有？我们把这些放到一块来记，但你不用记住它啊，看懂再说。OK， 我们会有专门的记的过程，别着急哦，别着急，单词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继续来，我们今天多讲一点，这是我们的第一季最后一次课，所以我们把它讲完，好吧？不要拖任何事情。第三组 cap， 还是一样，覆盖 ，c 呀、啊，包围、盖住，看见没有？来，我们中文也这么说，中文叫什么呢？叫做大盖帽。各位同学，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听说过没？大盖帽，听说过没有？大盖帽，听说过没？对警察的另外一种称呼吧。大盖帽就警察的意思吧，是吧？警官嘛，大盖帽，戴个大帽子嘛。嘿，那个朝鲜那帮二逼警察，还有那个当兵的那个帽子更搞笑，好大一个圆圈，见过没有？朝鲜那个是吧？那种的，大盖帽，嘿嘿，条子。OK，Captain 警官，就这么来的。警官跟 police 差不多，比 police 要高端一些，官嘛，是吧？警官。或者船长，为什么船长是他呢？各位请回忆回忆这个古代中世纪的英文，想一想啊，在中世纪时期船长那个造型，各位记不记得他是不是必然会戴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帽子啊？是不是的？超大一个帽子，对不对？然后呢叼根烟嘴，对吧？然后在那儿 OK， 这是不是一个船长的经典的造型？同学们是不是这样子的？船长的经典造型，大盖帽。好，继续。那既然它是警察的意思，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很多词了，比如这个词 capture。tain 是拿的意思，抓住拿住，我们会专门讲 t 这个词的 capture， 它也是这个意思，抓。警察嘛，抓吧，对吧 ？You are captured， 你被抓住了。它能表示各种隐身含义，比如说我在讲话的时候，你说 I cannot capture you， 或者是 catch， 各位记得吗？接住啊，抓住，就是我不能够抓住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听不懂你的话，你能这么理解吧 ？I cannot capture you。下一个 captive， 就是被抓住那个人喽。那我们叫什么呀？叫俘虏，对不对？被抓住那个人或者叫囚犯，OK， 被抓的那个人 captive， that's it， 好，一定要把这个逻辑跟我走一遍了，你会越看越舒服，你看着啊，特别是下一次我们在练习当中看到他们之后，哇塞，是吧？眼前一亮，好，眼前一亮，画画怎么那么好？还行吧，还行吧。哎呀，我曾经考过那个中央美院的
艺术品就是艺术评论的博士，考过没考过是吧？初试那个过了，英语肯定过了嘛，英语很高，然后专业课还行吧，那个贡布里希的美术史我考的也挺高的，但是那个就是素描没过，那个老师把我羞辱了一顿，说你呀真好意思来，我笑死了。哎呀，深受打击。但我很喜欢美术啊，美学啊。嗯，Capital 也一样啊，首领的首要的就是那个大写的，还有首都之类的，是吧？警察嘛，首都资本。好，第四组，这个牛，看着啊，Thief Sept，这肯定见过，各位同学们啊。不是，我本来以为他不考素描的，知道吧？因为我的理论还是挺深厚的。学哲学的去看美学，很容易很想，因为哲学和美学是相通的嘛，对吧？其实很容易搞定的。我受伤了，我准备再重新再换个专业考个博士，就不考中央美院了。实在不行，我考北京舞蹈学院，嘿嘿，他们开有一个博士点，就是艺术学博士，就是做那个舞蹈的那个点评的什么之类的，试试啊。只要不要让我去跳一段就可以了，是吧？万一出事要跳舞，哎，我去又完蛋了。来，看着啊，北影，哎，确实啊，那 thief sept，这什么意思呢？接受受，为什么接受跟 c 有关？各位想一想，为什么呀？哎，各位同学，为什么呀？为什么接受跟 C 有关呢？为什么？来，关老师过来帮我演绎一下什么叫接受。来，什么叫接受啊？你站我这儿，然后翻开双臂。对，好，开个现在表演一个，来，好，翻开双臂，张双臂开点，张开，对，对，各位同学，懂了没？懂。懂了没？懂了没？懂了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OK。好，OK。OK，这叫接受。OK，这叫接受啊。OK，这就叫接受，懂了没有？抱抱，对吧？抱抱，抱抱，抱抱。啊，这样，这样，这样。你看我为了讲课，真是付出了一切。我说，真是付出了一切。OK，接受嘛，抱抱，抱抱，抱抱，是吧？好，我们先看两个基本词。接受不是受啊，拜托啊，receive 和 accept。OK，receive and accept，来，接收，这是接收吧，这是接受。看见没有？来，接受接受，这俩什么区别？可能接受更加深刻一些。比如说，我收到了你的花，但是我不准备接受它，对不对？你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我们班一个女孩子，我给她写了封情书。我去，是不是深情并茂，有理有据有节，对吧？真是写得好啊，真是感天动地。结果这个二货把她送给班主任了，把我一顿臭熊在那儿，哼。这叫做接收，但是没接受。OK，来继续。这种词还有很多，你看着啊，哎，抱抱，呵呵呵呵，这种词还有很多，你看着。来，receive、accept 说了咯，下一个 conceive，我们刚说过了。re 向回呀，回来接受，抱进来，抱回来嘛，这个意思。那 con 一起，对吧？共同接受，都接受了，这什么意思呢？理解、认知，conceive，就是内心接受了嘛。等于 no，它表达的是内心的接受。为什么
accept safe 是 so receive 是 so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safe 是 so 不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心理和那个生理上的这个差异而已嘛，就是知道的意思，对吧？你看，马上就某些同学好像什么都学过一样。我总记得 conceive 是怀孕的意思。你对了，同学们，所以我说今晚发大招嘛，要脱糖嘛，对不对？等到现在一定是有收获的。下面请那些还年龄还没到10岁同学，我们把10岁定义为成年，好不好？请10岁以下同学赶紧自动回避啊，赶快的啊，赶紧的啊，回避啊，钟叔要发大招了啊！2岁以下就不用回避，可以跟着看，反正听不懂，好吧？来看着啊，no 这个词，从今以后你将无法直视，为什么呢？特别是别人跟你说 do you know 的时候，你会浑身一抖，虎躯一震。同学们，这种知识一般人不知道的，钟叔从来不污，而是污的搬运工。来看着啊，来，come on baby，等会儿我拿经典东西出来，你可能不知道这个 no 什么意思，等会儿啊，关总把那个圣经递给我，圣经。在我这儿，啊，这看见了吧？这个，对，Bible，对，Bible，the Holy Bible，Holy High。我们今天看一看 Holy Bible，来体会什么叫 Holy High，OK？Holy，看见了吧？Holy High，Holy High，Holy High，来了啊！要干嘛呀？你看着啊！有些知识，如果你不读书，你是无法理解的。know 这个词啊，就是知道啊。Yes, I know. No, I don't know. 这种词，它其实有非常深刻的含义。我们的第五季，钟叔会带领同学们读几章圣经，让你体会一下古代英语在说什么样的事情，好吧？OK，在。古代英文当中，身体和精神的接受是一致的。know 这个词，我们现在只表示精神接受。I know it. Yes, I know you. 在古代英语当中，它同时能表示身体的接受。简单来说，就是黑，就是啪啪。OK，啪啪。你看着啊，Here we go。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你看着啊，就是讲到人类的繁衍过程。该隐。杀了亚伯这一段，你看看，这儿我还画了线做了笔记，看见没有？这个地方，来，这里啊，take a look，我们放大一下，看见没有？来，now the man knew his wife，现在这个男人就知道了他的妻子。什么叫做这个男人就知道了他的妻子呢？中文当中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解释。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然后生了该隐。OK，我把原文说一遍，看着啊，OK，回自己看去啊，加油！你家如果有圣经，自己看去，好不好？没有的话，上网搜去啊，《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好不好？各种版本都有这个词，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来，说的是 Now the man。Knew his wife, and she conceived again. OK，现在这个人就知道了他的妻子是吧？然后呢，他就生了娃娃，生了该隐。OK，也就是说，在古汉语、古英语当中，conceive。和 know，他们两个同时表示知道，它同时表示的是身体和精神的两重的知道。各位同学，听懂了没有？Do you know？如果你 know 了，请发个 room，谢谢。各位单身狗，以后碰到喜欢的女孩子，怎么说呀？是吧？很文明，很礼貌。May I know you further？你看，多么亲切的一句问候与搭讪呢，是吧？May I know you further？我能更进一步的认识你吗？啊，万一那个女生也听过我的课，啪的一巴掌，流氓！
OK，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单词了啊，conceive，知道。这个知道有两重含义，一个是精神的知道，比如说 conceivable 就是可以理解的，able 能够被怎么样的嘛，this is quite conceivable。好，既然这个是知道，那么就会出现相反的意思了吧？比如下一个 deceive，de，这个组合只能表示相反，de，相反的。OK，deceive 什么意思呢？相反的知道就是骗。比如说报了第二季，你就内心默默的骂这个奸商又骗了我69块，是吧 ？He deceived me of my 69. OK，deceive。这是形容词，deceptive，欺骗的。好，既然 conceive 是知道，那么它就有一个名词出现，就是 concept。这是个名词，concept 还是一样，知道，看见没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con 是不是一起的意思啊？你知道我也知道，你知道我也知道，那什么叫做你知道我也知道呢？那。言外之意，就是概念了。什么叫做概念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叫做概念。OK，什么的概念？比如什么叫圆形，什么叫方形，对吧？你知道这个，我也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你我都知道的事就叫概念，共同的知识叫概念嘛，对不对？比如新概念英语就是 New Concept English，新知道英文是吧？越看越痛苦。conceive 查字典怎么是构思的意思？这位同学，你还想不通啊？什么叫构思啊？它是一个延伸含义嘛？什么叫构思啊？写作就像怀孕，得慢慢的去酝酿，然后慢慢把它给产出来，对不对？你想一想，你写作文的过程是不是跟生孩子一样痛苦啊？挤呀挤呀挤呀挤啊，就是挤不出来。它是一个比喻含义嘛？听懂了发个 room 嘛？OK，构思。Conceive an article，写一个文章跟生一个孩子差不多，好吧 ？Advice 那个另外一个词根，一会儿再讲。好，最后一种看的字就是这个字道 passive，PR。我们刚才讲过，PRE 是提前，对不对？Per 是完全的意思。比如说有一个词我们很熟叫 perfect，啊，完美的，fact 是做的意思，做呀，做完了就叫完美的，OK，it's perfect，对吧？完全完美，fact 是做的意思嘛？比如说 infect 做进去就传染了，看见没有？这个比较污喽，是吧？一定不能做进去了，所以 per 完全，OK，记住了吧？完全。那么 perceive 是什么意思呢？完全知道，这就好理解，就是理解嘛，是吧？理解啊，察觉呀，感知啊。它比这个理解还要更加深刻一些，OK，完全都知道了，顿悟叫透彻的领悟，OK，彻悟，passive，爽了吧？好，这些词我们会在后期会反复的见到它们，请跟我先完成这个逻辑的构架再说啊，OK，所以背单词这个事儿大家别担心，好吧？那么顺便来体会一下曾经。敢去考中央美院的艺术评论的博士的钟书，我的绘画能力，OK，哎呀，好，这个不管它，暂时是下个的工作。OK 啦，所以你看，比如说我写这么一句话，各位请看看啊，Today I went to a circus，今天我去了个马戏团，I saw a man riding a bicycle，自行车 in a core，在核心 of the camp 营地，记不记得？Holding a can 一个罐子 in her hand，the actor was in circle 被包围 by many people，including 包括 children and the old age。The play was easy to conceive 理解，but it also produced many waste that need to be recycled 回收。A captain 一个警官 was sitting in a chair 椅子 to keep the order。OK，希望大家以后
再在文章中去看到它们的时候，就会非常熟悉了。类似这样的句子，我会编出很多组出来，慢慢带各位把讲过的词越绕越熟，慢慢体会我们怎么搞句子的，好不好？那个第五组词我们会放后面来讲，那个 sense 词根跟那个 PRO 的组合比较紧密，好吧？这个我们单独来说。C 还有一些呢，这是重点词体系的。然后从下一季开始，我们的重心就会逐渐转向单词本身。当然 ，holding 掉了个 D 是吧？哦，掉了个 D 啊。啊，当然了，我们还是一样，就是第二季的内容啊。第二季单词我们从这讲起啊 ，J， 这个很酷啊，这个词啊，看这个造型就知道，唰，超酷，我跟你说。第二季我们做什么事情？首先公式的升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式只是一个简洁版。这位 Lawrence 同学很有天赋，看见没有？来，你看，不是这样子的啊，拜托啊。公式目前我们看的是个简洁版，那么从简单到复杂，它会怎么样去延伸呢？这个我们通过第二季让各位在思维方式上瞬间透彻领悟。又要出钱了，你还没有买呀？还有一小时就结束优惠了啊，各位同学抓紧啊。然后另外呢，就会进入到语法的从句部分和单词的进一步提升。各位请放心，我再说一遍，五季走完之后，我们一共有五季对吧，五季逻辑英语走完之后，中枢对你的承诺，我不关话筒啊，这次不关了好不好，中枢的郑重承诺就是你必然会脱胎换骨，好吧？第一季课程已经结束了，逻辑英语第一季就已经创造了有道的课程的奇迹，销售奇迹和好评率的奇迹。希望五季走完之后，各位同学们，你将是中枢所讲的逻辑英语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的第一批学员。希望我们不能不光成为师徒关系，还能够成为一辈子的朋友，好不好？在此中枢再次感谢各位同学，并且让我们相约在第二季再见，好吧 ？OK， 对的，一直买到五季就可以了。OK， 拜拜，非常感谢大家。